件是条纹衣，而且它是薄的棉料哦，所以穿起来呢很亲肤。前面的话有一个英文字黄色的搭配，其实它是做细细的线条，所以完全不会让大家穿起来会有点显宽的感觉哦。然后它又是做那种配色黑白的基本色系，看起来非常的柔美，然后袖条也刚好，这件也是可以穿到 L 码的。后面的话有做一些美背的设计，就是造型的地方。然后这件要拉个斜肩，就是胸口都可以。好了，这个是白色的哦。那白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基本的黑色，黑色也是做配色的，也不会太暗哦。黑色的是不是也很好看？它会搭配一个蓝色的英文字母哦。然后这种是 oversize 的，穿起来真的很舒适哦。长度的话呢，它旁边有点做小开叉设计，可以盖屁股，所以你可以搭个短裤在里面也可以，或者是搭配长裤呢，把它围扎起来呢，就非常有造型了。然后后面又可以修饰你的屁股的地方。好啦，两个色都是基本色，是不是超难抉择的啊？